今天全体放假。哇哦 ，Polly 出门了。噔，罗伊，你先走吧，罗伊。谢谢你了 ，Polly。哇哦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不过我们这样真不方便呢，还是要变身成机器人走路才方便。那就变身 ，Polly 变身成机器人。哇哦，这样舒服多了。嘿，罗伊，到你了。变身。哦，我们去喝饮料吧，走吧。哇塞，这是 Polly 饮料机耶。罗伊，你快选一个。我还不知道怎么用这个呢。没关系，我来教你。你看，从这里投币进去。嘿，有四种饮料可以选择呢。当然我选蓝色 Polly 了。按下按钮，看，饮料出来了吧。把它拿出来。哇塞，好大的一瓶饮料啊。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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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哦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罗伊，到你选了。我已经学会了，我选红色。我先去投币。噔噔，哇哦，罗伊是一瓶红色的可乐，我来尝尝。咕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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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喝，但好像不能喝太多。对了，我们别忘了安巴还有哈利啊。当然了，我们带一些饮料给他们喝吧。一枚，两枚，嘿嘿，再两瓶饮料出来了。哎呀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哦，对，我们出来很久了，快跑，快跑！嘟嘟嘟。